来到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，仿佛来到童话世界，有各种稀奇鸟类让你大开眼界，沉醉在鸟鸣乐曲的碧绿山色中。园区依鸟的种类分区，比如在鹦鹉区可以看到全世界智商与寿命最长的金刚鹦鹉，在热带雨林区可以看到世界级的蓝冠鸽，还有各种颜色和形态的鸟儿飞舞，是趟色彩和想象力的旅行。在这里不仅能欣赏形形色色的鸟类，翠绿的山林也是不容忽视的美丽。在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游览，游客们还能够漫步于树影摇曳的木栈道上，欣赏这奇幻的景象。